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浙秋岗庄清真寺，临沙市浙秋岗庄清真寺，新修出了竣工建立不到一个月时间，现在这个质量前质量三千日历这个突然间自称是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啊，乡政府的领导，市长的领导，自称是领导，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我们都没见，我们的领导是俺们的人再也没见过，确确实实自称各界们是领导，为了我们岗庄寺要说是要拆迁。说是我们上华二华六，大家特定的员工要撤的，大家要给整个要给走的。好，我们这个老百姓，请从你们这个共产党员子，你们官员的话，我们清白。我们如果二次的这个建筑如果有不合格的地方是，我们坚决不崇拜，我们现在改变，成天你们给走，你们给整改，你们俺们给谁改？现在整个这个你们这个。整改的过程当中，实现个这个说明是个问题。整改你们说整改的，但是你们我们扎马村的任何一百多户老百姓了，任何人了没商量，任何人了没通过，啥给了面也没见，啥给了也这个吃什么痛啊？也不知道你妈这个权利啥给给啥子谁也不知道。你们得是承接整改的，现在是你们这个整改的困难这个。特定的这个原则员工，车上哈的车就车上了，接着滑倒了，滑倒以后这个甚至大件事全部砸塌了，大件砸塌了，这是我们大件的儿子，砸塌以后上面的中间的这个员工这个整个砸烂了，砸烂以后砸烂这个砸烂收拾起，现在我们大件的儿子的整个楼面这个全部砸塌了，这个看大家看一下，大家转发一下，这个我们大件的现在是这个。这是这一个门拿庄子原国车上后来一个是这个砸成这个料，原因只是这个样子，原因这个样子，这个城漂亮子，我们学的这个建筑，你妈印象流个什么个，你们什么个印象流？现在是你们说是要拆迁，这个要拆迁，嚯，咱们老百姓，我们坚决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咱们共产党是我们公民，我们中国的公民，我们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了的，你们说个要拆迁，你们这个不合格是拆迁，你们拆，但是你们不能像日本鬼子一样的这么拆吧？你们分装都给你进来整个大型的这个大型轿车，就是进来还是这个大型轿车，这个轿车如果整个就是进来以后是直接你们兵进帮到日本了。日本人进村了这边，日本人实际上是这个拆开了，拆你们任何技术安全这个安全保护措施也没有，你们分割班子直接就这么拆开了，拆开一颗整个滑倒掉，滑倒一颗大电扇子二楼全部砸塌掉，这个大家看一下，刚才这是二楼的楼梯，现在我们这个楼上还得看一下，旁边整个这个砸塌过了没有？砸塌过了没有？这个，这是我们新修还是大建？我们新修还是大建？这个，我们新修还是大建？这个，瓦还是砖瓦，全部是把砸了还得了？这个，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大建式的，这个你看一下，现在看一下大建的整个铺上的地毯，这个特建的全部砸塌了，这个。这边如果砸了还来了，现在是这个到处这水桶来着，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直接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了这班子，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了也没有，现在你们这帮人班子什么野蛮也没有，你们是真的，更何况是你们共产党的官员，你们是如果是学校你们知识分子，你们是如果是这是文采生，你们这个才这个你们说你们现在做的就这么的事情啊，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老百姓究竟做错了什么个了？我们老百姓做错了什么个了？这个特建的全部砸塌了，这个这边如果砸了还来了，现在是这个到处这水桶来着，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直接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了这班子，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了也没有，现在你们这帮人班子什么野蛮也没有，你们是真的，更何况是你们共产党的官员，你们是如果是学校你们知识分子。你们是如果是这是文采生，你们这个才这个你们说你们现在做的就这么的事情，啊，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老百姓究竟做错了什么个了？我们老百姓做错了什么个了？啊？你们说是要整改的，现在说拆迁大型轿车就是四院子进来了，整个这个车子当中，幸亏这跟前人没有，如果人一的话，整个不知道能砸死多少个人，不知道能砸死多少个人。大家看，这个这些就是这个我们共产党的官员嘛，我也不知道这个临沙市哪一位领导，这个你们是什么领导？你们这个二十位领导是该是不知道，你们是领导，就是你们就这么之类的吗？那就这么吹了。他说你们坏话。
快快拿这么吃。看一下这个，我们家也没为了维护搁这各种清真寺的这个，你看，现在寺院子今天全部这个运返过来的，任何他们的任何冲突什么，全部运返过来的这个一个。